要发生任何意外，谁要负责？我们一起。这句话再重大声一点。你不知道。在发生意外的时候，谁要负责？车子进出，大客车进出，发生意外谁要负责？这边是什么位置？这是什么位置？请你告诉我，这是什么位置？什么目的？什么位置？再讲清楚一点，明确一点。到机场罢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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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机场